第4760单成格深水埗鸭寮街几靓嘅位置，喺正港铁站入边咧有两间铺到，188同196成交咗孖铺4800万，第一铺先。呢度人就多噶啦，一串过嚟右手边嘅时候入落一两间铺，188、196铺嘅时候加埋合共2000尺啦。讲紧租金是235000元回报，近六厘是5.9厘，就是呢两间铺头188同埋190铺，位置系好靓噶啦。咁就讲紧原本业主2002年嘅时候用2280万买入嚟，持货22年啊，转手就升咗1.1倍啦。出外面望下，我哋咁呢边咧就你知鸭寮街咧系好旺噶啦，就好多嘅排档喺度啦。咁、那个人流系聚嘅，而呢个位嘅时候啱啱咧就近呢个嘅深水埗港铁站。住靚位啊，特大件呢個位置，合共每間鋪1000尺。呢兩個位置望望樓上，唯一唔好嘅時候，當然就係呢個排檔頂住咯。但係勝咗咧，就係要近呢個港鐵站入嚟，大概一兩個位啊咁樣搞掂。睇埋啦，接近6厘回報，咁又唔差喎，算都咁高，幾高分啊！即係每間鋪嘅時候2400万，呢個靚位啊，市況好啲嘅時候3000-4000万，唔止啊呢啲位置。好啦，記得香港買鋪，租鋪揾我，我係盛匯商務 Game 創辦人李景利，同埋上立體投資三寶基金嘅時候啊，趁而家市差減息啦。呢啲靓铺，走见啦，少见啦，多谢，拜拜。